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韭菜盒子简单好吃的做法，皮薄蟹香，凉了也不硬。现在准备300克面粉，加3个食盐增加筋性。先用80克的开水烫面，再用80克的凉水和面，搅成面絮状，加10克食用油。用半烫面来做韭菜盒子更柔软好吃。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密封醒30分钟。接下来把清洗干净的韭菜晾干水分，切成水丁，切好后放到大碗里，再放点油炸的河虾增加营养，口感也更鲜美。把河虾切成水丁放到韭菜里，再来炒个鸡蛋碎，碗里打入4个鸡蛋搅拌均匀，锅里的油热倒入鸡蛋液，快速的搅成鸡蛋块。炒好后的鸡蛋块放在锅里把它晾凉，碗里切好的韭菜先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锁住水分，防止韭菜出水，再把晾凉的鸡蛋块倒入，放在一边备用。现在面醒好了，把它放到面板上，在面板上撒上干面粉，不用揉面，直接搓成长条，切成大小相等的小面剂，把每个面剂都揉匀，揉成圆形。把揉好的面剂用手按扁，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。取一个面剂，在面剂的上下面都撒上干面粉，用擀面杖擀大擀薄，再来给韭菜蟹调虾味，一勺食盐、5香粉、蚝油。韭菜加入食盐容易出水，像这样在包的时候再调味。把调好的韭菜蟹放到面皮上，面皮的两面对折，用手把周边压实，把周边再捏成花边，这样不容易露馅。全部做好后放到电饼铛里，电饼铛里提前刷上食用油，韭菜盒子放入电饼铛里，盖上锅盖，一面烙至金黄，翻个面烙另一面，这一面烙了有3分钟左右，两面都烙至这样金黄酥脆，美味的韭菜盒子就做好了。因为是半烫面，表皮又香又酥，内里非常的柔软，皮薄馅多，吃着真香。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